我觉得我跑不起来。好。OK 吗？好。好，等会儿。好，那怎么？三二一，开始。你是贺哲的对不对？口音怎么知道？我有看到过你啊。真的假的？你过哪里？我没补习，但我今天晚上晃过去的时候看到你出来，就跟到这里了。好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我没有看到过你啊。但今天贺哲有上课，随便猜一猜，有一半几率会中吗？我还差点相信。你刚刚是不是啊？好，结束，